这期呢，尼根一如往常的来山顶寨收集物资啊，但他不知道女人国的米娅呢已经加入我们的阵营了，不然让他知道。先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状况啊，尼根在外面，一堆人围在外面，准备要交货了。我们这次交涉的主要负责人呢是耶稣，他最擅长这种事情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其实已经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。跟大家看一下后门啊，我们的后门呢也是一样，他们进不来。再来是我们的侧边，我们的 Maggie 呢在跟他们交涉。看起来是蛮安全的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啊。Oh man, this isn't happening. 再来是我们内部啊，内部其实没什么装潢，但是我们的人呢都已经部署好了。我们敢乱来的话，我们就会布下天罗地网，收拾他们。啊，这边是这个角度其实非常的好啊，可以从后面偷袭他们。嗯，这次来人非常的多。啊，这位老兄，燃烧弹掉下去就全灭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不是我这次想要的。我们需要留他一条狗命啊，毕竟我们的队友还在他们手上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呢，这个卡尔呢会。先带这个美丽的米娅呢去一个地方，他说在这个市中心呢，他们有一个军火专家，也是呢我们要去救他一下。来，你先跟着我啊，跟随着我，旁边那位也是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哈、啊！我不小心按到，你居然攻击我啊，好歹也是我继母，我明晚会收拾你的，放心。啊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把我拖下去干什么啊？我是不小心的好吗？讲不听你，哦，砍我、啊，算，我们这次这个米娅带队了，好不好？撞到我的啦 ，OK， 上来吧，卡尔。我们开这台喷水车啊！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我的食物不够，我们先去收集一些食物啊，好吧？先把僵尸喷走，这太近喷不到啊。哎呦，损血了，损血了！我们应该不会挂掉吧？哦，好可怕！哎呦，再一下就挂了吧？有东西可以喝吗？完全没有啊！算了，我们再加把劲吧。那我们就慢慢的下来，先让他回血一下，我再动一下啊，扣血扣血，好，慢慢来，先拿东西，往外吃啊，喝水，哦，回血了回血了，好险哦，不然等一下挂了就好笑了，这里没有在，这里。都死完了，走、啊，上车吧。我们这次要一路开到这个市中心啊，有点远啊，不过应该是 OK 了。喷呐，不要靠近我啊！呼，
喷水其实 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用。哦，车子都飞起来了。先标一下地图啊，在这市中心，在这里啊，对，我记得好像在附近啊，这里 ，OK OK， 啊，到了，哎呀，是开了我两个半小时啊，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这边好多的残骸啊，这军火专家据说是前几集有一次我们。动了那个火车的那个方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火车开到这边坠毁了。但是，据说那个军火专家在这附近啊，那我们就先找寻他一下。这里有丧尸过来，这把枪呢，散弹枪，改装过的哦，而且有燃烧弹，对僵尸非常好用。是谁？这位老兄说，他们的队长在这附近啊，他会帮我守好这个地方，交给你啊。为什么他不直接告诉我在哪里啊？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吧。这丧尸居然站着，哇！那坦克车爆了、啊。等一下，尸体，哇、哦，这样惨重啊！哦呦，哇，飞机坠毁在这里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哟，那个老兄啊，还有他的部队在这边守着。哎呀，我摔倒了，OK， 这石头感觉像恐龙的大便，碎石满地都是啊。哦，啊，应该不是这里了。到底会在哪里呢？哇，这都翻过来了，应该不会有人生还的。丧尸来了，哇，直接弹起来。没有丧尸，你看他们这次是不会乱动哎，站着让我打，哇，一次两只啊，哎，他不站起来，那么厉害，对吧？安息吧。啊，这边飞机残骸很多啊，这边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、啊？哦，这边地上都是用过的武器啊！哎，卡恩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啊，我的那个食物可能不够啊！没关系，先撑一下好了，我必须找到那个军火专家。
他一定在附近，对不对？丧尸一直过来。啊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我陷下去了。哎，怎么又见到他了？他说在这个建筑物后面好像有一个他们的休息的区域啊，或许那边可以找找看。他一开始就告诉我就好了嘛，真是的。丧尸不要过来。去看一下啦！啊，果然在大石头旁边啊，进来了。哇，这边的人在疗伤吧？哇，这位就是军火专家雷欧娜小姐。哇塞，她怎么这么漂亮啊？这个也太深了吧！你好，雷欧娜小姐。这次我们需要你的帮忙啊。OK， 那他说呢，在我们进来的地方有一台非常老旧的坦克车啊，他会帮我修好它，并且让它变成一台史上最强的坦克车。看到没有？哇塞，这几乎是一战的坦克车吧？这台车。居然可以把它变成这么厉害的坦克车啊！哇塞，他怎么搞的、啊？哇吼，屌哦！当然可以集气的。哇吼，不愧是军火专家，这台车都可以搞定啊！它好像有其他的功能，旁边是不是有地雷跟那个飞弹可以用啊？还有机枪啊，四个人刚好也坐哎，来吧，你们坐后面。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做到这些效果了。我们这次呢，先示范一下电磁炮坦克车，嘣！啊，死鬼炮！哇，僵尸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没有。没有打到，看下第一人称，飞过来了，哇塞，台车太猛了啦，驾驶应该就可以有其他的功能了。那好了，我们下一集呢要去救这个 Dale 啊，对，尼根的基地，我们来了。喜欢的影片呢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啊。下次再见喽，继续杀僵尸，打得好爽啊！